即将直播，储存，编辑，编辑，删掉，被淘汰卡，么？哦，五啊，储存，要熊熊安安，好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聊天室好了，聊天室正常了。哎，聊天室有没有人有斗阵？想说我们来玩这一下，来玩一下这个模式，霸凌跟被霸凌的有模式。爱玩店。不知道，不确定会不会打日麻啦，所以想打日麻的应该不用等了，因为这游戏模式很不小心时间就过了。子尧安安，蚊子安安，泡泡安安，幽城安安，夏夕安安，小妞安安，雪莉安安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，等我一下。你们看后面有企鹅蛋，能动枪。南极生态，等我一下哦。枫糖安安，雪之安安，早安啊，早安啊，回来了。哎咻！啊啊，看怎样啦，如果真的，因为昨天，应该说半夜玩这个模式，不小心玩到早上9点多，应该是不至于玩腻啊。无意安安，对战，制定。这模式还蛮白痴啊，就是，11个玩家打1名玩家，然后那一名玩家他血量伤害会非常厚，有看到？然后一名玩家那一方是要击杀100名玩家就赢了，那我们这些11名玩家是要击杀他10次。然后每1分钟我们会换一次角色，那 boss 的话是死掉才会换角色。我觉得蛮白痴的啦，但是因为白痴才好玩。那 boss 是不会回血的。哇，好难打哦！没关系，等一下晚点有人进来会再介绍。你看现在 boss 死掉了，所以现在 boss 换了莱因哈特。
不会太吵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人跳 game 了。这是一个霸凌被霸凌的游戏。好不好？我这个，那不用下来了。然后我们的语音会变得很像小小兵，然后对面就很肥厚。要完蛋！我觉得石碑很难玩呢。这是在玩语音吗？没有啦，就是我们有小一号，我们比较偏小，然后 boss 会声音就比较厚。然后你看，像现在红色92对不对？到此再杀八个就可以换角色了。没屁呀、啊！不要把它打上去啦呀！摩西。哎呀！打不到。
安妮，你要不要玩？要玩这个，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安妮被什么？安妮要不要玩？安妮要不要？安妮要不要玩？啊，对，我教你啊，那个声音是咬炸。那个台叫搞炸，这跟搞炸很像啊！啊，你被送了。完。变。叮叮叮叮叮。对战结束。早上安妮说我在干嘛？我说我在玩一个很白痴的模式，一玩就玩了四个小时。然后他就说他要睡了，我就把他邀进来玩一场。就玩了这一场，他也觉得很白痴。哎，叮！瞧瞧我们的力量！搞炸！搞炸！对啊。都在当七六，想推呀，想推呀，想推呀！看谁敲我！哦，团团，谢谢团团，不知道你在不在。团团，不知道他是在。我说团团可以来玩这个，哎，这游戏很北西，霸凌游戏。啊，团团该开台了。安妮要不要玩？他好像可以开制定场，所以可以跟观众玩。Yeah, Loki。啊，打到打到啊！亮点亮点亮点。好可怜哦，这跟我刚刚 boss 很像哎。伤口舔一舔就好了。哎，没丢到。要不要去当首领？你还要工作？我有当啊，我报名了啊。哦，现在又再报名一次。
我想说有观众要玩的话，我不然就自己私下开一场了。安娜。很好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你看，不起不来。完了，现在是什么？害影，害影，害影。再给我两分钟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霸凌游戏，很好玩的霸凌游戏。昨天安妮玩过一次，她笑到快不行了。而且想玩吗？我等一下开个看看凑不凑到人好了。我觉得很难呢、欸。这游戏现在有人在玩吗？没有的话，顶多等一下，等一下就租你进来，然后玩一下就好。安妮说她要忙工作。我很难过，有工作比我还重要。这人到底是怎样，情绪勒索成这样？然后这其实有点延迟啊，这个聘应该是在国外，所以我刚夺命女其实打空了，她现在算我爆头。你看，对不到哎、欸，这么大只我还打不到。要求完杀杀杀，好晕这游戏，不会啦，白痴，白痴。没关系，他快不能嚣张了，各位，不要让他嚣张。顺来顺去，莫压，是啊，离职的离职，谁离职了？番茄吗？
啊，就阿姨都要搞他，搞他离职，天哪！在我面前屈服吧，阿来阿姨嘞。哎，最好玩的来了，下去了，结束了，还是我要收留你？谁？我老阿姨吧。然后这个游戏就这样子，要么 boss 先杀完100只，要么就是其他11个人杀满10只。啊，是我哎、欸，完了被霸凌。晚上好，老婆子这只真是超难用哎、欸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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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飞的角色都不用下来，对啊。要求我，叮，没有，这有他的剧毒超毒的。来，放这边一个毒，快跑！放我了哈！下来，好像有点无耻啦，是什么？
哦，好嘞，我的手。脚样安安是哪一只？星星，您在这。零的感觉，哪一次哇？完蛋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一个 踢下去吧。绕干绕干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对啊，那边危险。礼拜五会玩吗？会啊会啊会啊，一定玩一定玩，肯定玩的吧？怎么有不玩的道理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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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知道，哎，这什么？完蛋！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。他打不赢。
啊，好难，失败。哎、欸，怎么不是我早点拿到原氏啊？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原氏超强。即将抵达南极洲生态观测站，一开始。发现敌人安斯顿报道。嗯，他怎么没有开塔？真正的围哦，还剩十秒，流星降临，流星降临，流星降临，还剩六十秒，我们杀完敌人，我发挥全力，我替人类目标瞄准成功。来那边。我那时候第一次玩这个模式的时候，就是全部都是矮人。我说什么东西？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吗？然后后来才知道是会一直换角色。我以为 BOSS 会轮流换呢、啊，结果不是。叶安安，还剩六十秒。拆弹！拆弹！拆弹！还剩三十秒。
懂，半丈半丈。有。百次才能习武，千次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是我们，大哥，是我们啊，大哥。他如果选到原四，我们就死光了。其实这个也会死光啊。大蛋鼠整装待发，哇哇哇哇哇！什么巴蒂斯特？那他完蛋了。哈哈哈，好可怜哦。胜利。吃吃安安。哎、欸，所以有没有人要玩这个啊？这个真的可以开制定场啊，只是人不多的话，我不知道血量怎么算。我们来交流交流。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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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。
自由开火。瞧我们的厉害！哎，下去了，怎么那么强啊？嘟嘟嘟嘟嘟！完全被克死的，天啊！老巨安安，靠！Yeah.
哎、欸、，boss， 这是 boss， 这是 boss， 你看打不爆，超难打。把吸走，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，队友不会玩。还差两个人。龙出不来，龙。没塔，新没塔。羡慕得到，法拉，他是回音啦，啊，笑死！等一下哦，怎么飞？飞跳。哎、欸，放我们了。那天就是一个法拉在飞，然后我们一群慈悲在揍他，超好笑的。昨天啊，不是昨天早上了、啊。正在前往铁板。铁板。哪儿？在这。警方普照。如果刚刚新美塔其实躲在小房间里面，其实他就赢了，他根本不会死。他们会不
关张。是。其实这种分里面就无敌了，说十一片。你看为什么就刚刚没玩到这么好的角色？还是25%，25%，露西欧。慈悲，扁慈悲，扁慈悲，太爽了吧！就这模式，不知道干嘛，但就是很好玩啊，我觉得输也没差那种感觉啊，得失心不会到太重。这样小矮人吗？换我们嚣张了，换我们了，换我们了！怎么是先打我？是滚爽没？
他其实很聪明，最有可能赢。对啊，这样玩起来就很累呢。因为我有遇过全程都绕跑的炸弹鼠啊，啊，其实根本就是，他那时候他那一局就杀了六十几个啦。他很想赢，他没赢过，然后没赢过，他没赢过，他没赢过。哪一只？啊，女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绕干绕干绕干。这是一定会喷到死的，哎呀。在干嘛啊？是确诊确诊确诊，一定死。通常选到慈悲都不会跟他们硬干啦、啊。打不赢啊，紫飞怎么赢？慈悲太难了，没办法。而且有些角色没有在里面，没有玩到过。小美啊，不要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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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锁。两。对。还剩六十秒。还跑绕干绕干。嗨，牛奶帕克。哇，猴子！剩一个 ，Goodbye！ 他现在还冷冻库，他不是说今天会出，就今天出不来，被关注啦，出不来啦。你看，就这样玩了一个多小时，好玩吧？好好玩。靠背啊！
换我鲁桥了是不是？你带小孩哦，没办法、啊。吃啊！我走他们都可以拿那么好的啦。敌方还缺五人获胜。我们的未来不由冲突塑造成型。怎么可以拿那么好的？可恶！
们在不完美中，我是不是无敌了？希望。还剩三十秒。不行，这边空间有点大、啊。没开到，我是什么？哎呀，为什么没玩到原始啦？难过。哎，没有，刚刚一直炮台是蹲不下去，我也很难过。正在进入漓江花园，二一，该开始进庙。有啊，甩到了，甩到什么？原始吗？不是我啊。对，在后队里，在后队里，对 ，nice。刚闪耀结束了，他、啊、没办法、啊，死光了。Kyokuro， 这是不让我玩游戏吗？菜喽！哎、欸，叮叮叮！卡西迪吗？是，碧姬。真的打到他吗？我首领还是100%血量。还剩六
迪迪女王真的也是很嗨。鱼子晚安。他好像不会玩欸。哦，对不起，会了，会了，他会了。想说怎么还没有打？不，他都在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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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都在演，他都在演。死了，死了。沉下去，沉下去。你这边是狂丢他石头就赢了，你知道吗？赢了。爱惜根嘛，还剩三十秒。你找不到什么？你好啊，嗨，嗨，你好啊。你这个游戏房间，我等一下给你看，它什么 EV 十一，什么游戏的？那我试一下。下去下去，嘿，这个傻傻的，这个游戏我等下离开给你看一下。我昨天玩的时候有11107个房间在玩这一款。然后其实会有点卡啦，国外的房间。
缺三个人。我看到了，下次来玩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直接加最爱了，不用等下次了。我最本打我是是、欸、其实你看这个漓江天塔真的很高哎、欸，这是天塔，借这个法拉让我看到漓江天塔的全貌啊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法拉大大。够了够了够了、嗯、根本摸不到啊，能靠他打我们然后急喝皮包、哦哦哦哦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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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吗？没有啊，会飞了，会飞了！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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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！这就是啊，弱肉强食的世界啊！还好这张地图够开，还好当我没说话。紫心没打，紫心没打。
数，胜利。能体谅我昨天为什么玩可以玩四个小时吧？那就速战速决。一吧，只是真的延迟有点高啊。哎，为什么他可以那斧？哎，我昨晚都没有看到第一把那斧过你。哎，法拉！一堆冷弹打不赢锤子啊，
啊，刚刚放学点进来就是看盘星秀烂，什么秀烂？被秀烂是不是？啊，没错。那太强了吧！哎，还好不是我。花村，那个安妮，这个是花村，但是这个是下雪的花村。我觉得你会喜欢这里。被他瞧到了，被他瞧到了。我骂脏话了，哎，对不起，你要骂好听一点。好看呢，什么时候回归？这个是。这个比较像那个有个国王大道，它也是圣诞节的时候有的这张地图，它有正常地图啦，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遇到。这个不是道具的动画双龙吗？背景就是在花村呢、啊。炸弹，哎，夺命女。没有人躲得过我的双眼。很黏哦。啊，就是 BG。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光害，光害，光害。哎、欸，我换只肉，我换只肉，我换只肉，你注意点哦。完蛋完蛋，要被打烂了，要被锤烂了，要被锤烂了。哎、欸，我们锤烂了。
什么时候回归？没意外的话会跟那个啊，小美一起回来啊。扯下去，扯下去，扯下去，对对，扯下去，扯下去。啊！再四个人。来我这里。鲍勃快碎啊！鲍勃快醒来啊！靠，要谁打？啊，丁能。他的血条以非常明显的速度在扣，飞过来啊，流星坠。我是这个游戏的新主持人了，哇！我是房主了。正在进入绿洲。好了，大家换游戏好了。我坏皇后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还剩六十秒。
完了，好，什么叫魔王？哎，不用魔王，不怕了，不怕魔王了。魔王没了，你刚才看到吧？挥一刀，狼日猪其实快死了，再加个虚无藤，狼日猪就没了。哇，不用回来了。谁在上面打？快送吧，哇！可以对 BOSS 有怜悯之心呢？看看刚刚怎么对我的。
ground。勇者，他是勇者，完蛋！用力把手哟！巴蒂斯特这个就真的蛮不吃香的。毒死了，我要毒死了。我也想拔刀。我没有说要重新主持，放我走。哇！啊，阿努比斯，安妮，阿努比斯，哎，安妮。自卑。谁屁嘞？屁嘞！City， 哎呦！
不值。难呐！死啦！再试一次，还剩六十秒。哈哈。是低，这个不，是我的。安妮不是问说为什么要选闪光吗？你看，三下的距离就是从这边，你看这样赶路不是很快吗？对不对？比赛为什么选闪光？就是赶输了。
缺五人获胜，还剩六十分。我觉得那里出错了吗？敌方还缺三个人，全力进攻。敌方还需击杀一个人，全力进攻。啊，这款失败啊，这就是这个EDADVS 十一 KIDS 这个，人就无聊在那边看说什么高人气啊，好像都玩过了，那就想说所有游戏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哎，怎么字体是红色的，那就很好奇的点进去玩，有一玩玩到出不来。这个啦，这个其实我昨天有玩一下，我觉得是 ping 的问题，我觉得昨天接不到。这个是原始躲避球啦，这个就是球打来，然后要按一格挡回去啊，你也可以用绕的，你绕的话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可是我昨天在绕的时候绕不太到，就是延迟很严重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这颗球。有没有？他这样子，我只有昨天就看不懂这怎么玩，就没玩了。很帅，剩两个了吧？对。我觉得只是发球的时候就输了，超好笑的。好了，往上看。跟我昨天一样，哎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真的按了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真的按了。哎，气死！看这画面啊，然后昨天只有抽到这张地图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拳王，我不是拳王，我们是那个欧瑞莎。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我真的按了。然后就欧瑞莎可以把人家推下去嘛，然后又戳下去了，然后 boss 直接四杀送给我。然后这就是我昨天玩两局就没玩的游戏，然后有延迟，完全玩不起来。然后像那天有跟安妮玩过这个模式，这个模式是打怪练功，可是通常玩过一周目之后就不会想要玩，因为就那样而已。它的等级不会继承，就是每次你开一个新的一局，就是新的游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可以选那个选角色，欢迎来到暴雪乐园。然后，比如说就选。选谁好？不要那么延迟吧，对吧、啊？按空白键跳过。好，那这边就一样，有治疗跟血量，然后伤害，这个是大招能量，嘿，这个是经验加倍，
然后就是防御力，然后这边可以花钱买解锁大招，然后解锁我的蓄福特，解锁我的E技能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就是进去这边，好死了，是这样子。有看到上面的经验慢慢加八九，有没有？现在经验是九，然后就是买这个，买这个之后多一了嘛，所以我的伤害变二，经验就是给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游戏有个奇怪的 bug。JT， 我忘记那 bug 是什么，应该说掉了。我那时候就是玩劳工，就死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死了。那时候玩得很开心，但劳工不会放炮台啦。他们人手多，小心。那就像这样子。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打怪，然后加经验，然后去外面升级东西。这个当时也是莫名其妙玩了两个小时吧。对啊，那时候你说你想要练小美，结果我就把你拐来玩这个。就离不开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果打 PVP 打到太累的话，就改玩这个，稍微玩一下。欸，他有变过欸。啊，他不是血量过半会喝那个吗？吸他的草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然后就一样嘛。好。锵锵锵。可是小苗很后面才看得到欸，现在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到了。想射我？欸，他不会吸草欸，欸，会。对吧，啊？反正就是模式就是都这样子啊，玩起来就是玩一次就好了，玩第二次就是觉得很懒得玩。那时候好像是我们那时候玩什么？哎，欸，安妮那时候安娜是被什么东西弄到，然后叫得很少女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她是我那时候玩法拉，然后安娜被我的那个火箭炸到，或者是那时候安妮就说等一下是谁在叫，我说当然是对面的，你以为是我在叫我，然后说我炸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他叫的好像有点诡异。嗯，真真真
对吧、啊？就这个，那这个，这个就真的是玩第二次就会不想玩的游戏了。这样。然后打到后面有什么奖励，就只是说，这个打完之后，就是你会额外加你的，就类似那时候玩光遇吧，就是永久翼，它会有那种加一个能力，但是加很少，然后最多好像加五次吧，所以你就是要又从零开始，然后打到最后 BOSS， 然后再又重来。哎，就是这样的游戏。那再来，这个好像是我自己练习，这两个好像是练习用的吧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这练习用的啦。打到了哦，好经典。解开回起来了，繁星射不射得到？繁星射不射得到？哈！降落的时候出问题了吗？烦哦，这次要玩麦卡利试试看。知道了吧？为什么不玩麦卡利？射不到啊，可以练，练不到啊。你还是下来吧。你看我定着打，打不到啊。干嘛啦？太近了啦。虽然说先抽到大绝就可以把法拉打死没错了，但是打不到其他的啊，很烦欸。来一个，上！正中。干嘛？接招吧！好不准，好炮哦！你知道为什么？
最近都是制定人，谁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制定好玩啊，制定比较好玩。等下关台了，不要再那么容易被打中了，好吗？我换角色啊 ，N F， 啊、哦，有。我要蹂躏每一个敌人。影像，透明度，我。那么多，好了，接过了，开走开。走路要看路，没人能逃过我的毒手。这一刻，我才有活着。我那天也跟安妮在玩这个，安妮就说：“你可以帮我把夺命狙掉吗？它好吵哦。”那夺命的脚，那个什么高跟鞋，像。最近想回来换回原本准心呢、欸，加哦，不透明度，中心，哎，外光。太近了吧，太近了吧！利落的处决，双杀。
好烦，真讨厌打痦子，痦子超小。等一下，不要再扒地了好吗？我没事。好了，开棺材了，感谢十块十点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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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要跟谁玩啊？跟路人玩吗？你们阿克，动作真慢。云马和 Magnifique。早点休息耶，不知道耶，可能等一下就去第一台吧，看看台啊，看看什么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对吧？好啦，感谢各位，云地解散啦，叭叭叭叭，看看吧，有些等一下哦，有什么？好像也没什么耶。啊，今天只是本来想说来介绍一下这模式啊，如果有人要一起玩的话，可以凑满12个人就一起玩。欸，但我忘了一件事情是，好像很多人没玩这款游戏啊，虽然免费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